小 Happy 今天在昆頓士兵揾到曹振豪。Hello， 大家好啊。Hello， 你好啊。好啊。喂，今次揾你傾偈咧，即係上次你已經預告咗俾我聽啦，你今年嘅音樂計劃咧，其實就係會同唔同嘅音樂人合作啦。會有一個系列嘅合唱咁嘅形式去做你今年嘅音樂計劃嘅。冇錯。咁終於我哋就見到 first part 啦。同呢個丁海欣。冇錯。合唱呢首 What If？ What If？ 喂，問問先。即係你上次就話俾我聽，今年有個咁樣嘅計劃啦。但係其實點解想揾唔同嘅人同你困咧？第一就係自己好耐冇出歌啦，我想對上一首真的 solo 的作品已經是19年的時候，所以呢再推出歌其實都會害怕的，所以就不如找埋啲朋友仔一起壯壯膽，冇咁驚啦。19年㗎啦，上次我係啊，應該是窮忙族長的時候，就是19年的時候，之後也有推出過一些 feature 的歌，或者是即譬如我們拍了一個星座節目，就有一班即是有一首歌 是一班人唱的嘛，跟住之後就是到今年有這個 idea 的時候呢，我又會在那裡想，因為可能是個人的狀態啦，即我已經來到現在這個時候呢，未必是太過 focus 係想淨係做自己嘅歌，因為其實我覺得那個轉變都好得意嘅。之前都有講過啦，我啱啱翻嚟香港入第一間公司嘅時候咧，係經理人話俾我聽，香港興升一 songwriter 喎，所以如果你要出歌，你就要學識點樣做製作去寫歌咁樣。咁嗰陣時係為咗唱歌而去學呢樣嘢，咁啊慢慢搞錯咗，係啦，直到而家咧。就尤其是去年即呢兩年啦，開始將自己嘅 position 咧拉翻後少少去做製作啊，同埋即開咗呢一個Free Music 呢個 label 之後咧，咁開始去享受呢個崗位多咗好多。咁所以既然我能夠可以自己去做曬所有嘢嘅，咁與其係淨係做一啲我自己嘅歌，咁不如我將呢一個嘅呢一個資源咧，可以去再畫大啲個餅，因為好多人會覺得同公司你會有 feature 嘅 artist 咧係好合理嘅。Yes。咁但係唔同公司，甚至乎唔係呢間公司嘅人，我哋又可唔可以一齊去做一啲 featuring， 去令到嗰個資源可以再發大啲咧？咁所以今次就揾咗好多唔同嘅單位合作啦。咁大部分都係一啲自己好欣賞嘅。唱歌很好聽的人，包括 Yankee 啦。其實Yankee 可能在很多人心目中，大家會記得他是火雞姐啦。冇錯，會是一個可能比較直言啦，嗯，甚至比較火爆啦。嗯，但是今次跟你去唱這首歌的時候咧，嗰把聲我是哇，他可以咁㗎，原來。冇錯，即係我覺得監製好叻嘅，所以即係你話係係啦。咁其實正正係你啱啱講嘅原因啦，因為大部分嘅人都會覺得Yankee 就等於火雞姐。咁當然啦，火雞姐係一個好重要嘅 character， 亦都係一個好成功嘅 character。咁但係其實我認識嘅佢係好中意唱歌，同埋佢唱歌係好好聽嘅。咁好多人都未必聽過呢一把聲，因為佢之前嘅作品都有唔少係一啲跳唱啊，又或者係態度啲啊，係啊 ，rap 啊、說唱啊咁樣嘅嘢。咁今次係專登邀請佢唱一首咁嘅歌，係想俾佢呢一把聲呢一個面向俾觀眾聽眾多啲見到，因為我好欣賞唔同嘅藝人咧，其實。他哋係有很多不同的面向可以去展現嘅，咁未必每一個面向都是觀眾最熟悉嘅。咁包括我自己啦，我自己去唱緊以前的歌，即大家就會覺得，哦 ，Wallace 就等於學習浪漫咯 ，Wallace 就等於擁抱咯。即其實除了呢一啲嘢，我是有其他的音樂的類型啊，我有其他的 character， 其他的面向是很想你哋都看到的，你哋未必會。習慣或者未必會喜歡，但是這個都是我，所以我也將這個想法是
擺咗落去呢一個同你合作嘅人度啦。冇錯，呢個 project。喂，咁但係好啦，你揾 Yankee 去同你合唱呢首歌，仲要係一齊 co-write 啦，無論係melody 同埋歌詞部分都係一齊 co-write 啦。其實你就話想將佢可能一啲大家未見過或者少見到啲嘅面向，或者佢呢把聲可以放出嚟俾大家聽、原來 Yankee 把聲可以咁嘅喎。但係其實你係咪一早已經知佢有把咁嘅聲嘅咧？即係佢把聲可以做到呢件事，我咁講。都係噶，因為喺好早期嘅時候，掉一個即係掉咗一紮嘅歌出嚟啦。因為我係一個唔中意打機嘅人嚟，咁我打機就係做砌音樂啦。咁所以我一得閒我就砌咗一紮咁樣嘅音樂咧，咁就不停去掉俾呢啲朋友仔啦。就你不如揀下我哋會唔會喺嚟緊嘅歌裏邊揀一首我哋可以一起寫啊咁，咁佢好快就揀咗呢一個 beat 啦，然之後好快咧就已經話，我已經有一啲 melody， 咁佢哼出嚟，佢一哼出嚟嘅時候我就知道，佢係完全能夠 handle 呢首歌，亦都佢嚟錄音嘅時候係真係好 amazing， 就係嚟之前佢自己錄咗，即係我哋之前都有錄過一個 demo， 然後翻屋企大家聽住去調整啊咁樣，再嚟錄音嘅時候咧，基本上係。我想兩個鐘頭內係完成曬所有，包括佢嘅和音嘅 part， 即係呢個人嘅勤力同埋認真程度咧，大家係不能夠輕視。平時就覺得佢係大癲大廢啊咁樣，但係如果真係有留意個 social media， 其實我覺得同佢嘅人係好有關係。咁佢又係私人教練啦，又考牌啦，跟住開咗個 gym 啦，跟住亦都係一個成日拍片啦，好勤力嘅 YouTuber 啦 ，KOL 啦，佢有好多好多嘅 job 啦，跳舞啦，全部嘢佢做每一樣嘢咧都係非常之認真咁樣花時間去做功課，即係包括今次呢個錄音都係，咁所以好開心喺我哋錄音嘅過程裏邊好快，亦都出嚟嘅效果係，唔會係覺得好。我剛才就聽到其實你是跟不同的單位合作之前，其實你已經有一堆的音樂底或者一堆 beat 在那裡，就丟出去給他們，喂，你想想或者你聽一下有沒有 feel 啦，有的就揀手來一起去玩啦，所以今次這個 project 裡面你的不同的歌曲其實都是一個這樣的玩法，就是都是 co-write掟你的一些本來的 beat 底在那裡出去，跟住大家再聽一下回來一起去砌個 melody 出來這個做法。沒錯，今次你就話其實Yankee 好快已經揀到佢中意嘅嘢，同埋佢好快地已經喺上面砌咗個 melody line 上嚟俾你。咁你聽到佢翻嚟嘅嘢嘅時候，那個感覺係點嘅？其實我覺得同我 expect 嘅有少少唔同嘅。咁但係亦都正正因為呢一樣嘢，令到首歌更加有趣。依、這個亦都係 feature 嘅可以互相去吸收。大家養分的一個優點。如果所有嘢都係我寫曬我做曬，而佢只不過是做一個器皿去承載呢樣嘢，我覺得未必是而家大家聽到呢個作品咁樣。咁所以咁我又想駁啦。如果你寫曬嘅話，嗰件事會係點咧？我諗副歌嘅 part 唔會係同而家嘅旋律或者係嗰個 flow 未必會係咁樣樣，因為我 expect 嘅嘢係再。速啲同短啲，似翻嗰個 verse 嘅一啲短句嘅部分。咁但係如果係咁樣嘅話，其實首歌嘅層次又可能即係欠奉咗。咁所以我覺得都係幾好彩嘅。咁另外一樣嘢就係個詞嘅方面都更加係添，因為其實大家可以去翻YouTube 嗰度睇啊，我都有拍到一個 making of 我哋兩個點樣去 jam 呢首歌出嚟啦，即係由我哋坐低聽住呢個 beat， 跟住就閒聊啦、傾偈啦，即係講下貓經，因為佢又有隻貓咁樣，咁我呢度又有兩隻貓，咁大家就喺度傾下傾下，慢慢就開始去lock down 一啲 melody， 再 lock down 嗰、那個歌詞嘅內容，然後好快就磨合到關於這個關係上面個人成長的這個價值觀，所以這樣 我覺得這樣是一個祝福來的，因為兩個人一起去寫一首歌呢，有時候我們可以 come up with 一個 topic， 但是未必大家對於那個 topic 的看法都是一樣。而如果一隻合唱歌
阿 A 係咁樣睇，阿 B 係另外一個睇法。jam 到出嚟嗰件事咧，可能未必咁和諧啊。咁而家就真係好好彩啦，所有嘢亦都好快、好順利，而大家係好舒服地就好好，應該點講咧？除咗舒服，仲有一個字形容嘅，我諗係。自然咯，系啦，好自然就出咗嚟嘅。OK， 即系话其实今次喺同 Yankee 丁海欣呢个合作呢首 What If 嘅时候，嗯，其实所有嘢都系好顺利，嗯，好，你两个本应该咁讲，你两个本身喺呢一首歌上边嗰个谂法好接近，嗯，所以啲嘢出嚟嘅时候唔使翻嚟覆去好多次。嗯，甚至可以好容易知道對方的想法是什麼，而已經很快可以完成到這個 product 出來了。其實我有少少逼他寫這個方向的東西，因為我本身認識他啦，那我也都當我們 come up with 感情關係的topic 的時候，其實我是有少少大風向他去寫這一種東西。以我所知的他是很着重于个人成长，而在关系上的个人成长呢，我也都很有一个相同的看法，就是当一段关系未必是大家想见到的结果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即是手指就会向外啦，未必是讲对方那个人不对，可能是讲一些环境因素不对，但是我哋會覺得，其實有時候係我哋未學識一啲嘢，或者我哋未夠自己未夠叻去承載住呢段關係。咁所以 ，what if 我哋喺遇到呢個人之前，其實我哋真係學識咗咧？咁可能會唔同。嗰、個唔同係可能我哋唔會開始咯，又或者我哋唔會發展到一個我哋唔想見到嘅結果咯。咁所以呢一個。這一件事在Yankee 身上我是很能夠體驗的，即作為朋友我是很知道他是這樣想的，所以我也有帶一帶這件事，所以他裡面寫的有多少成是他自己內心的東西呢， 我就 不能夠代他答了，但 我相信裡面也有很多他真實的感受。嗯哼，現在就有這首 What If，就是你今年这个同不同人合作的计划的 first part 啦。没错。搞了 second part 没的。搞了的。其实很贪心地在去年，我想八月。几首歌就开工了。八月的时候是抌了三十首音乐纯音乐出来的。嗯。那给了超过六个单位揀的。那本身都 lock down 了六个单位，是想着两个月一首啊，今年试一下。有兩個原因令到我而家會 cut down 到做四首嘅。第一個原因係因為我哋本身有一啲歌，我哋係好想做一啲 physical 嘅 project， 係一個 package 咁樣做。就正如呢一首歌同埋呢個 project， 我唔係淨係想我自己有得唱歌，即係好似呢只歌咁，大家聽到其實好 lead 嘅部分都係 Yankee 比較出嘅，佢嘅人聲或者佢唱嘅段數其實都係比我自己多。咁我好想呢啲 project 可以幫到這些人是做一些他們以往未做過的事，包括是可能是有一些 physical 的配套啊，開 show 啊， I don't know， 即是很多那些東西。但是現在的情況未必 timing 是那麼啱，我們又不想貿貿然推出了那件事呢就好像丟了下海一樣，所以有一些我們暫時抽起啦。另外一個原因呢也都是很好彩，今年多了很多其他的歌手或者 artist 呢是在这个 label 底下去推出一些新的作品。所以我突然之间在十月的时候收到超过四五个邀约是合作的。所以与其我不停做自己的 project， 不如我 cut 一些 quota 出来抽回一些时间又做一下其他人的 project， 我可能又有一些新的领会，又可以吸收一些新的东西，也都可以同样地是将呢一啲藝人或者歌手嘅新嘅面向再去呈現俾大家，咁所以今年係會有好多
唔同嘅音樂作品啦，除咗我哋自己即係除咗有Neverloo 啦，除咗有 Ian 啦，除咗我自己之外咧，呢一度呢個 Fear 呢個家庭係會再有新嘅嘢出現。希望大家都會中意我哋嘅製作咁樣。OK， 即係其實喺跟住個環境上，自己都係需要調整一啲嘢啦。咁但係Richard 係經過深思熟慮嘅，都應該係向一個好嘅方向行嘅。冇錯，亦都話緊俾我哋聽，其實你個 music label 係將會更加壯大啦，會有好多唔同嘅嘢去俾大家睇啦，係啊，壯大啦，會俾大家聽，俾大家睇啦。咁啊，豐盛嘅，咁啊，希望你今年就係順順利利啦。Yeah， 咁我哋可以見到啲面啦。好啊，咁下次再有新動向再揾你傾緊啦。好啊 ，thank you，thank you。